今天我妈说要炖牛腩吃，但这个呢也不是牛腩，虽然不是牛腩，但是也是牛身上最软的部位，红烧啊或者炖起来，那这一块是很不错的啊。这一块是牛肚子边的，我妈又把我炒菜来了，我的房冰箱就放几日了。你们从我才搬回来的，你们在这走对，那早就几天就要做了。盐温水啊，20到30度，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牛肉变得更软，还可以把这个血水啊泡出来。好了，放一边。变葱、萝卜，还有这个姜。这个萝卜本来是很漂亮的啊，放了几天就腌了，去头去尾。很多朋友吃萝卜喜欢刮皮，但是我们家呢不爱刮皮啊，我们就把这个黑了的稍微刮一些就可以了。萝卜你怎么切都可以。有些喜欢切条，我们就切坨吧。配料搞好了，我们就还是用大柴火灶嘛。有几根我们就不切。或者牛肚皮肉，你看很多血水的啊，我们要控干水分。生火了，有这个发火啊。非常的容易了啊！水下锅，葱姜，烧开的时候我们不用盖锅啊。这个杆子菜好吃啊！烧开以后，外面这么多浮沫，浮沫一定我们要给它用锅铲撇出来。我们把牛肉捞出，汤留住啊，加油。牛肉以后下牛肉，不要太大的火炒，把里面的水分炒干。炒干以后呢，我们加入葱姜，这一块小八角，然后加入生抽，来一点老抽，再来一点老米酒，我妈不喜欢吃蚝油，里面就不放蚝油了。上色以后呢，我们把原汤倒进去啊，还有几片姜，别浪费。这个时候呢，炖制的时间就比较长，小火炖40分钟以上。反正也没有油点，慢慢慢。这个怎么捞的？这个要不怎么敲的？这个柚子呢，还是那天旅游的时候啊买的，3块钱一个。挺好吃的，很多朋友说肯定不好吃，吃都没吃过，怎么说不好吃呢？看吧，这个肉，老人家没有骗我们，红心的啊，虽然不是那种非常红的，这个叫什么颜色来的？你看，还是红色，不知道叫什么颜色了。莫言吧，你吃了那么多，嗯，水分太足了，炖了的一个很久了，萝卜放进去了啊，香，继续，哎，还没放盐的，盐，少许的鸡精。
好香。如果有小火锅的话，放在小火锅上，边肉肉边吃啊，绝了。来的麻烦了，我们不搞了。趁热我们撒一点葱节。我妈说啊，全饿了，秋儿，来来来来。我妈说啊，这个萝卜啊特别的甜，哼，但放了几天的。哦，真的，像加了糖一样啊，别浪费。再喝一碗。嗯，现在我们到冬天怎么过萝卜子节了？也是约出来一个，我们萝卜没有做大。外地啊，装过来的啊。牛奶也烂了。过来这个萝卜是吧？走就了。到冬天来了，这个萝卜和牛肉炖啊，本来这个牛肉和萝卜炖啊就是绝配。萝卜啊，本来它就可以去腥气。再搞一点这个腊月筛的霉豆腐，嗯，味道很雅。我妈每一年都要去腊月筛，她拜佛啊，所以每一年呢都会带一点腊月筛的特产过来。那边有很多特产的，有胡椒，还有什么霉豆腐啊？有胡椒、霉豆腐、新鲜豆腐。这个霉豆腐啊，是我妈去腊月别人送她的。平时他每年都会买回来，今年呢，他说背的东西啊太多了，所以呢到家以后朋友啊给了他一瓶。小本子的点点。要是往年的话，我妈都会买好多瓶回来，今年他竟然买了一点胡椒粉。老爷，你背的东西太多了。衣服背多了，又骂人呀，我怕人。明年我雇个小偷想，再雇个小偷才走。你过点，打过点腊月，你整个钱过好多年了。钱过二十多年了。哎呦，我妈去腊月山，一直啊，就每年几乎是每年都去，啊，去了二十多年了。那退休之前的还有三十年了，还有的快三十年了。嗯，就几年前的。这就是要很深了啊。嗯，这个萝卜啊比牛肉的还好吃，怎么搞的？嗯，哎呀，把牛肉的精华啊全部吸收在这萝卜里面来了。我跟我妈两个人在家，这一点菜一顿也吃不完，最少两顿。你姐姐这不得几块钱吃完三家？多个人就好一点。嗯。所以我做菜我都是按照分量来的，做多了真的。浪费吗？嗯。浪费的话，老是吃一样的就不好吃了。再好吃的菜不能重复吃。上好高个楼梯，有时有电梯，有时没得走，坐火车打交道。你们要去哪一下的时候？没走我包，没有我包车，打电话。少一点东西，麻烦多。少东西我包车去。今年我妈去腊月山坐火车去了，挺麻烦的。我们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山队搞得健健康康的，多吃一点带瓜的东西，是吧？会在
反正地里长的啊，在地下面长的一般是没撒什么农药的，吃起来对身体真的是非常棒的。像这个萝卜啊，在冬天啊，你三天两头吃啊，医生都要失业了，是吧？要老人家流传这一句话叫做什么呢？冬吃萝卜夏吃姜，是吧？后面都不用我说了，大家都明白了啊。